咱日时也着啉酒，即马规身躯拢酒味，安尼诊所敢好？这有啥物要紧？无人着一直散步，到身躯顶的酒味拢退去以后，才去去诊所啊。是诶，我想讲吼，咱会当阁加请一个医生来替你看诊，安尼你着袂遮尔辛苦啊。哈？可不可以加请一个医生？万一妹妹若是要跟我诉请离婚，伊身躯边这么多人一定会给他出意见啊。到时阵一定会给我卡一大笔的赡养费，安尼唔着等于我赚的钱拢爱给伊，那有假的钱阁加请一个医生？讲到这张妹妹哦，我就生气啦。伊俩准讲伊是大某，第当卡不着来找我的麻烦，发对我的话，才无咧惊伊咧。肉粽店吼，我会记得就伫咧头前啦。迄人伫咧讲，送礼爱有来有去，咱卖啦，甲交关一下，加。阿碧，你要创啥啦？来甲交关食肉粽。阿碧。你这款粗俗的查某人家，吃得起啊，吃得起啊！去大门家收收开啊！他今晚无来，紧带转去哦，无人看到。啊，非得你的人客甲你同款，拢无水准，伊嘛唔知影伊食落去是啥物物件。紧起来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！对话。你是
只是有够讨债蜜，这拢总二十六，千六块，回来。无你是得一日目睭看到我吃你的物件，啊我无吃你的物件，是安怎我爱赔你？不赔，好，哪能我这样随报警？去报！你唔知影电话吼，我可以当甲你讲。吼，张妹妹，你报警上好，因为吼死狗，我加去赔你偌济，你讲得千六块对无？要唔过，我嘛要告你非法入侵。你唔拿凊彩走入来，我甲志远伫个饭店的房间，还佫有我甲志远伫个厝内底的房间，要告。袂见笑的呢，出去啦！我真不欢迎你出去，出去啊！不啊！袂见笑的人是你，谁让我袂出去？我看哦，你过去餐厅的店内底吼，开一台迄，你讲卡拉 OK 机啦，啊，将你这间肉站店吼，当作是迄阿公店来经营，啊，来甲你沾美美气质，才有够哈。你这臭妹，你跟你妈同款，讲闽南人就气下重笑死。你也准问我杜爱伟这么好欺负，别想啊，大家来啊！跟汗一样哈、啊，李生，黑香哦已经烧了五分之一啦，啊你千万要记哩，离香烧了进前，该做还紧做哦。我知啊，不过袂应该事实讲出实情，即卖这种状况，我是要安怎完成，让我得到事实真心支援你吧。看啦，啊就是讲迄好食的肉粽店，啊是够未啦？够啊啦，你头一领啦。脆皮啊！我对你已经无多忍受啊啦！你受我唔敢受你。啊！妹妹先。喂！干什么？
张新元，我猜妹妹姐对你这么好着，你竟然敢拍？你是什么人？你又搁是什么妹什么人啊？做红事嫁是爷母，嫁到这么厉害啊？杨志源，你可真的不是这款人啊！想说你这么学杜爱威西龙，竟然对我起脚动手啊！哦，你这狐狸精真敢破坏我卡爸爸的！我的业障哦，这比沙尘暴我硬，阿拉还不掉。你叫人翁打人的某，你心肝痒？还有你啦，真正扣工的，为着一个查某人打家己某。查甫人做到安尼，真正无路用啦！哎，恁这的外人，唔知影头唔知尾，是只插什么嘴啊？事实是张美美以前对我去甲动手的哦，志远干那是为着要保护我，所以轻轻甲杀一下，张美美就改身，家己倒伫涂骹，另外一个来挨疼。志远由头到尾拢无甲拍着。哎，这下我吐会出来，你讲伊无拍无？啊！我再叫警察来啦！警察来就敢安尼讲哦，你的伪证罪告成，你要判七年。要叫哦，紧叫啊！紧叫警察来啊！你若叫警察来哦，我顺续连江美美伤害罪当这个。你讲迄个民国人，你这拍人喊救人诶，你我有啥物来扒落去啦？要告哦，来啊，告警察来发伊啦，按年身高迄当较闹热啦。无你这死碰干诶！这是阮的家来书，家里有什么地带啊？家里这无有什么地带啊？我是讲破案看得过啦，看破因果，无怕这对付去家里呀？哈！我不管你是碰家是碰死啦，你若是要管这个代志，我连你做一下。好，阿唔足够诶！啊啦，电锅机啊，呼巴呼啦，哈！呼啦！呼啦！哈！好，好，以前有听过啦，哈！呼！完了，先生。你袂怕啦？啊，就是看住你免惊啦，本来替你甲死翁啦，怕夫妻那是人人有责啦。好啦，今日做代谢，你出面救我，伊也唔讲这件代志是我让阿婆夫人救我，阿那万一跟你拖落水，我今日跟他做白事，多谢你啦，好，谢啦，多谢啦。阿唔过伊两个咧欺负伊。万一两个人搁动手，安尼你是要安怎？我看要是报警，还是叫恁厝内人来保护你。没有，我无爱让这件代志往厝内底人知影，我家己处理就好了。哦，你真免客气啦！喂，虎鹤虎鹤双星剑，专门是拍甘露阴符，绝对给人拍到变成臭豆腐。咱就莫阁插手啊！是讲我看这两个妖魔鬼怪，嘛唔敢阁欺负伊啊！啊，我是免算吼，就知影因两个有足严重的报应，而且真紧就会来啊！啊，你讲是真严重的报应，真好！天机不可泄露，啊，不过吼，真紧，到时阵你就知。看到这两个人哦，我马上拢吃袂落啊！咱去吃饭哈，哈。好，吐掉，吐掉，不然马上来啊！你真是无干！你两家有欺负你，要记得随报警，不要家己受伤。我想要跟恁客家，请恁赶紧离开。我叫你走，你是无听到？走啦！你叫我走，我就爱走。
走，我就偏偏白走，看你会当安怎？哎！啊！志仁！啊！志仁！志仁！志仁，你有在吗？老公没？啊！三志远去弄病，是恁家己走来店内底找我麻烦的呢？怎啊搁把所有的物件关在我头壳顶来？是安怎？怎啊就是要把我逼到去死？好，警察，动作，上来我来抓我，唔敢冒险。你去死啦！我即马带你去病院验伤，我绝对袂让你白白受伤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杨志远跟杜阿伟遐尼啊袂见笑，竟然敢开记者会要甲媒体讲，你对杨志远家暴，佫讲你会拍人。杨志远跟杜阿伟哦，学硬后这部学了足成的啦，甚物佫用这对？伊竟然敢开记者会，咱就当面甲伊对峙，踢破伊的白草鞋。爸妈应该没去看到新闻呐，万一哪好因看到，安尼害啊！你家爸妈怎样？我阁想要通知因来现场替咱讲话嘞，袂用的啦，绝对袂好因知影呐。我无想要讲因两个为着我咧艰苦。思思，妹妹，玉秀。啊，你会来？是我通知玉秀过来，有伊伫啊，咱的工资火力会较大。试试打电话给我，讲杨志远开记者会，要告你家暴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那去哪里了？因两个饮酒醉，走去店面底找我麻烦，而且佫对我起脚动手，所以我就是袂敢要去的。我出手杀志远，结果害志远去弄着头受伤。我咧想，因两个就是因为这件代志，想要开记者会报复我。我就知影，迄杨志远找着机会就是要对付你，真正是笨手。因记者会应该开始啊，等我引去，看卖啊，因有阿袂见笑，行。行。江妹妹真正是恶心不改，原因出问题，迄拢是因为江妹妹家己有问题。杜爱伟，你真正是一个甘愿负天的骗子。唔通笑，阮是汉子仔命，人生的路都天注定。都是因的婚姻出问题，迄拢是因为张妹妹家己有问题。杜爱伟，你真正是一个甘愿负天的骗子。你看来，这么对大小姐讲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澄清呢？伊拢是咧讲白话，代志真相根本不是安尼。明明一个故事这么稳定，哪有可能会怕人？杜爱伟，你真正是怕人怕狗啦！真正会动手的人是杜爱伟，请大家听我讲。江妹妹甲伊的姊妹阿婆所讲的拢不是事实，我提证据，这严重
就是，因声声个句讲，我甲杨理事长拍啦，哪里想到伊歹提出证据？因为我无亲像你安尼，较袂定就要去验伤。单单是你拍我几啊遍安尼，敢讲你敢要否认？我这个人绝对无可能拍啦，因为我上讨厌，我嘛上反对暴力。你大家拢唔知影。其实我已经苦恳这妹妹，苦恳朱亚平啊！我甲讲，我讲伊的个性也是无改，伊早晚会害着伊家己。结果伊唔听，伊这个人有闹暴力倾向，伊还佫有被害妄想症。大家看哦，杨理事长逐天辛辛苦苦伫个外口咧打拼工课。要哥这妹妹说一天到晚在怀疑，怀疑有关伊的翁婿。杨理事长已经足吞忍，也足保护伊的太太呀。伊要挃的，敢若是一个完整的家。要哥想袂到这妹妹，伊煞愈来愈超过，愈来愈恶劲，才会逼到今日这款地步。其实你敢知影，杨理事长伊开这个记者会，伊的心内是偌痛偌艰苦。你竟然敢甲你通奸，对不起，阮这个代志，搁做是另外一个版本。你甲讲，唔是你甲杨志远先通奸，让妹妹姐发现，后来，搁对妹妹姐起卡动手。你甲杨志远早就伫个头来暗去啊，竟然搁甲讲妹妹姐有妄想症，你真正甲所有人拢做做是戆人是无？因为你是你有大小姐，你之前予人迄条做伙去浸温泉，你要安怎解释？请恁大家莫误会，我甲杨理事长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啊。阮即马阁是同事的关系，阮两个人绝对是亲亲白白无任何的暧昧啊！你阁较睁眼说瞎话，恁两个人伫咧温泉会馆亲到安尼，做伙泡汤，阁较讲恁是亲白。今仔日记者会目的，上主要就是要讨论这妹妹家暴问题。请各位记者朋友，莫让伊模糊焦点。我当时有家暴问题啊，一点仔家暴问题都无。这什么记者会？这根本是你的说谎大会。大小姐，请问你有其他的证据会能证明讲张妹妹有暴力倾向问题吗？我当然有啊，我都不是在讲白话，我当然有证据。事实讲出来，吼！就是杨理事长的妈妈，含伊逐天伫个厝内底，去予张妹妹拍，予张妹妹骂，用暴力的方式来对待，所以伊就是上好的证人。尤太太，请问张妹妹敢真正有家暴的问题？个性是有较冲动啦，啊，有当时失去控制吼，佮会摕物件、摔物件，啊，佮会出去共拍，迄有可能吼是佮因家的习惯有关系啦，啊，尤其是因爸爸妈妈，啊，常常嘛走来阮家咧拍人啊，啊，拍到吼，我便若听到因的声，我就出咧等啊，啊，拢强要精神衰弱啊。你即马真正要陪因两个，才会讲白贼。真正是有甚物款的妈妈，就会教出甚物款的后事。咱两个已经大概是无遐尔侪年嘞，我嫁去了。
反对你，也反对把我下庄的村村的这里哄他呀。你只袂今日真正要陪伊两个做伙讲白菜，也可我的爸妈，伊两个甲你当作是因一世人上好的朋友。这回都是让大家知影代志的事实，可不是的，啊！我无误了你的爸母啦，我讲是实在话啦，我吞了你碗，吞了吃久来啊！你莫聊出讲，你讲遐吼，我都唔敢讲哦。你竟然是安尼做人前时段！妹妹，今仔日记者会是我坚持要开的，我真正看袂落你安尼对待杨丽素弟，还佮阿母的方式，尤其是阿母，你误会安尼，伊袂堪要你安尼逐天干爸，逐天干妈。所以我拜托你，他说你有任何的不满，以后你就针对我来，你要怕你就怕我，你就骂我，你别再对他阿母嘛，我拜托你，好不好？我来跟你讲过啊，你莫去抓伊咧，蒋妹妹太老拢出大力的啦，你莫受伤啦。你大看卖啦，我无太伊，我无太伊啊，我连生伊都无的是拢因为伊咧陷害我，我无啦。各位，慢听我跟你讲。各位记者朋友，因讲毋是事实。江妹妹休假，你绝对无暴力倾向，我应当做些。孙俪哪会来？我们哪知影？向坤接触家暴的呢，想嘛知影，一定是来乱的啊。郑先生、郑萌姐，你甲江妹妹小姐什么关系？阿哥，你为啥会当证明讲伊无暴力倾向的问题？我是江妹妹小妹朋友。我开车要去江妹妹，因家开的巴掌店吃物件，多好，亲目睭看到杨志远，还有杜爱威两个联手来欺负江妹妹。我知影讲今日召开记者会，所以我一定来遮，甲大家讲真相。志远先生，你爱有证据，才当讲这话哦。你讲看到我甲尤丽书长拍人，怎安尼？你敢有证据？我拢亲目睭看到啊！你搁讲，搁讲啊大声嘞啊！等伊夹着喙齿哦。无证据，我敢敢来。这是每台车的行车记录器的记忆卡，内面非常清楚的片，是杨志远和江妹妹杀的涂骹，而且搁一直站。想不到这位杜爱威小姐竟然搁边啊站声。叫伊站个大来，这份资料想要公布，由江妹妹小姐开始决定。杨志远，估计杜爱威胖是无错的。
恁从这买卖当作三毛的地拍地啊地啦，拍他人已经倒在土啊！来几啊年来，人来看我来讲，莫甲我拍，莫甲我拍，拜托你莫甲我拍啦！要不这杨志远，过来看我砸，给我拍，给我拍！好，这个这个杜阿的话，搁一边呛声的，讲啥？志远，搁拍，搁拍，搁拍！上输我读个爸爸的是。怕人已经超过啊！搁在庄河啊，当作啥？村里哦，志远这个好，志远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好好记不？有神行，你帮安怎解释？有理事长，你愿意公开金卡内底内容吗？你还在做干未成过分啊？恁大家好解释啦，恁误会啊啦，恁录到的，敢是一部分的过程，若是有录到全部的过程，一定会发现讲，我去用美美拍受伤的画面啊！好。不要喜欢拖啊，过来都是熟悉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是杨志远的老爸，真实的状况问我上清楚。好诶，那恁紧甲大家讲啊，啊看妹妹甲因老爸先哪欺负志远嘞，啊，佫甲志远抛在土岗吼，安尼爬袂起来。你较点伊啦？杜爱辉甲恁后生当正人诶面头前，当只讲白贼，你无甲主动，无担心，啊，佫替因助阵。跟你做伙讲白贼，你他可是有问题性。还好你这个唔正经，私底下下戏下情还阁无够，还阁开一款记者会，你一点仔尊严你都无想要低下顶。既然你无想要做人，我这个做老爸嘛无需要替你笑面底皮。即马就完全我来讲，讲较清楚嘞。各位记者朋友，各位记者先生小姐。我是这个杨志远唔正经的老爸，我虽然较含慢讲话，但是我咧讲话足实在。杜爱威甲杨志远完全咧讲白贼。妹妹一向是一个真乖巧、真温顺、真体贴的好媳妇，伊从来唔捌出手去拍人。伊安尼讲话轻声细细，厝边隔壁拢听到作证。假使伊若真正出手拍人，嘛是去杨志远欺负到点点，伊才会还手的。啊！若无，伊根本无可能动手。你是遐哪啦？你唔知都唔知要咩西路边讲啦？你是头壳有问题，唔只系踮只替杜爱威徛台，杜爱威就个狐狸精吼，即款你也敢收？你早晚去食着鸡啦！我看我送你去学做西工，或者是学唱倒退路，让你知影什么叫做有效的新妇三顿烧，不好的新妇是假路油。赞！这位大伙讲的我真赞成。我帮你加强，还是杜爱威？用讲你有听无啦？我只王笑的，你有听有啦？有效的新妇是三顿烧，啊，不好的新妇是过路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着摇过桥。啊，摇啊摇啊摇。这，所有钱都出来听你啊。像丢像唔丢，我想去台都真清楚。我个在有人路见不平，用行车记录器记录来，证据会说话，有这段影片，就会当洗清你的冤枉啊！行，好啊，彭文端，该做咱拢做啊，其他看应该要安怎处理啊？我看啊。你早晚来找啦，有听到无？找啦，找啦，找啦，找，爽爽快快，嘿，久久找一摆。李处长，你敢有收到你拍胡林的过程的行车记录器下落来？这卡内底内容，敢真正是因搭讲的遐物件吗？你安尼拍恁某，敢袂收过分啊？相片甲这卡内底内容，到即马才知。那个为了妹妹姐，但是在港口。
是在创啥？你敢不是那天在饭店跟我带三间那个人？啊，你拄只是那个？是啦，我就看到你的表情有种足凄凉、足寂寞的美感啊！我就忍袂住，想要将伊拍。那呢？我迄天在摄影展看到那张相片，唔就是你？唔对啦，其实那张相片啊，是我。既然是安尼，想转你敢无爱承认？甚至我搁请你把那张相片摕落来的时阵，你搁骗我讲一定要问过摄影师。你到底是有啥目的啊？想说你要掩盖你的身份，这根本就是欺负人嘛！啊，等一下，你先莫生气，听我解释好不？是啊，是因为哦，迄间你的朋友情绪我激动一挂，一下讲什么肖像权，一下佫讲要提出告诉，我是惊讲哦，若甲伊正面冲突，就袂足歹看的。这暂时哦，用迄种方面支持啊。那你后来呢？后来你应该当打电话给我，也不过我拢无接到你的联络。是的，是因为哦，迄条相片我真正足喜欢，啊，迄个作品哦，嘛真正让你懊恼呢。我过去丢掉，我未做决定，就无跟你联络啦。因为想袂到咱今日哦，煞成只拄着啊，算起来嘛是有缘啦。有缘嘛，无一定有分，而且嘛，无一定是好。他是讲，一旦将心拍开，眼光宽一点吧。孽缘有时候也会变作良缘。你唔但是摄影师，而且你阁是一个心理医师吼。无啦，对了，其实讲哦，我伫为迄边的沙滩行过来，我头滑过来时阵，我看到你一个人吼，伫咧吊水顶面，你的表情变出一种。寂寞的感觉，我看到的人都忍袂住，心拢为你感觉心跳的，所以我就想用卡片来摕起来，将迄个时阵表情翕落来。迄个时阵，我就感觉这条作品哦，一定给咱感动足侪人的啦。张小姐，是张妹妹小姐无唔对哈？我迄条相片哦，我想问过你的同意，就拿去做展览，确实是我的所为啦。我只要心中哦，叫你回信的。哎，不过我嘛要感谢你哦。可是讲你若需要酬劳，要是讲爱我那补偿，我能得答应。唔免啦，我无需要你补偿我什么，而且我呐从来唔想讲要甲你讨什么酬劳。只是讲你刚看你相片的时阵，我狠狠惊死了。因为我不习惯哦，大家安尼注意我，是讲或者我唔是什么有名的人啊，安尼相片放伫遐，哦大家安尼看，应该嘛无几个人识识我。无，你若想要继续点到，会唔知你啊？那真正足好个，多谢你。啊，也够啦。啊，拄则我睇起了这几张相片，你应该嘛会同意我摕去做展览。既然这相片是你的，你想要安怎，你给你处理就好了。多谢你，我会继续将相片交你。不免啦，我嘛无想要看到家己失志的模样。高小姐。到什么所在？所以我到上班。奶奶，我真在代志是爱甲你面对，我真在来当你到上班。对啊，原来你不是本名工作人员，你是摄影师啊？无啦，其实啦，我嘛不是什么专业摄影师，我只是哦，就甲伊翕相。平常时时阵哦，我咧家己安尼四处行、四处看、四处找。若是看到哦，感觉有问题啦，我想要将伊拿来。
等一下，小等一下。哎，妹啊！走吧，我让你惊着哈。无代志，真歹势，我无习惯互人去伤，我无亲像你伤的同款，你很自在当做人无听。其实你无需要你看见你家己啦，心内底愈惊的代志，愈爱去调整啦。我相信哦，你已经经过太多，无什么代志咱就去拍倒啦。谢谢你。啊，若无什么代志，我就要想来走。啊，甘小姐，这条手链是不是你的？是啊，哪会在这？就迄天啊，你在阮本来露台，后来你离开的时阵，我才发现。这条手链搭在遐，我本来有想要叫你，后来我看你迄个时阵走路足健壮的，我就想讲暂时也是卖去叫了。多谢你啦。对啊，我看你敢那甲饭店出色个呢，而且你搁会当伫遐开摄影展，敢讲你真正是迄间饭店的经理啊？我唔是啦，要唔过我确实哦，甲迄间饭店出色个。可是讲你有任何需要，也是讲要订房哦，我应向服务员来服务，也是拍错了。不免啦，我应该是无机会去到遐啦。若无什么代志，我等做是啦。你对食头啊？这是阮老头厝开的肉粽店啦，啊，这是阮的名片，阮的肉粽真好吃。卡叔讲，你若有闲，你会当来一抓。算讲是，我甲你说多谢啦。啊，好啊。姜家肉粽。我是一只小狐狸，又骚又臭屁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跑去做小三，我和人夫洗温泉，接着上宾馆，大老婆们看到我，尽管来打我。我是一只小狐狸，又骚又臭屁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跑去做小三，我跟人不喜欢。妈，啊，这杜爱威哪会穿甲安尼？搁在咱店门口唱这不三不四的歌，伊是受到什么刺激？这歹哟。想叫伊啦，做菜我俩惨，我过去吃花，要把所有水果拢送乎你，我就是看袂落去啦。阿张，伊去阮家，讲要提前买啥行销记录器，所以啊，我安排这个 special。问题啥？记忆卡，你答应要给我行车记录器的记忆卡。啊，你讲退就退哦，啊，你我碰到的尊严要去什么所在？你上无哦，莫问咱现场的听众朋友啊。就是啊，啊，你手脚爱离离啦啦，清晨海两个想要揢物件哦，啊，你当做阮这的人想啥货囡仔才好骗你啊？哎，
你还当讲话不算话啊？啊，什么人讲话不算话啊？拜托，咱之前讲过哦，讲你啊唱歌吼，足好听，大家拢足满意。安尼，阮就把物件提予你。啊，不过即马，咱来问观众朋友，啊，即马有满意，有好听无？莫名，观众，你唱得好听无？好听。你有满意无？所以真歹势，我物件袂用摕予你。恁竟敢咧创治，我敢来戏人我，恁真足过分的你。你这好人家真的真强，搁真车，你唔敢拍招呼，哈啦？即摆连阮卡你嘛要跑，我是足想要嫁死你啊！要唔讲，我碰工就是种会拍查某的人，所以记，即摆吼是大家吼听你唱歌听到无关的，唔是我碰工要讲话无算话哦。所以哦，这场记录着杨智妍欺负江妹妹之卡 ，I'm sorry， 我收得啊。也无动啊，七两二年，安尼我扛袂了啦。小姐啊，你这骗人的本身啊，讲话不算话，臭死啦！你上好卖我来着你的枕头，我绝对讨得来，我无可能和你这么好食困。江妹妹，你莫靠西讲，即摆有人和你靠，你就会当得着。我跟你讲，你绝对答不了。
拄则你甲迄狐狸精吼办迄户外演唱会，真正足精彩诶！啊，坐落来咧。我讲啊，大大上菜，拄啊，我只是喜人诶狐狸精，只是前菜尔吼。我来讲，我若可能遐尔简单就放个小山耍，那个打个幺三六，趁胜追击，等我进行来打这落水狂。对啦，哥，亲像有这款哦，食拢食够够的人哦，咱绝对甲电脑金丝丝。阿廖，哎，嗯，反正哦，你要通知各大媒体。我讲哦，一个话碰干大手中掌的着，知名整形医生杨志仁为着小三去拍大某的政府要考因，我嘛要开张记者座谈会。没问题啦。妹妹啊，因讲杨志远伊为着小三拍大某，敢做小这款代志？妹妹啊，到底什么代志？你们都讲，真是志远跟迄个查某欺负你哦？啊？无代志啦。啊，胖咁大个，安尼讲哦，就敢若是想要跟我出几年啦。我反正你莫烦恼哈。感觉是是安尼，你莫甲我骗呢。卡叔公志冠伊若真是介好甲你欺负，或者受委屈，你定要甲妈妈讲，千万唔通一个人安尼吞忍落，知无？真正无代志啦，妈妈，我安怎会用？